秋雪老师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？什么结婚啊，绝对不行。我希望你跟一个平凡人结婚就好。贱人先生是个好男人，一开始当然是互相喜欢，两人背景差异越大会越辛苦越疲累。我们经历过分手，过程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改变心意。他又来了，多炫的男朋友。你现在是在向我宣战吗？如果我赢了，就把刀炫给我吗？今晚10点，1%%的可能性，精彩大结局。